大家好，今天晚上给大家做一个记忆的测评。这个记忆呢，已经是从厂里面返厂回来了。大家现在能听到吗？这风扇的声音。目前的话是在做一个能效测评。返厂回来以后呢，记忆的那个风扇的声音啊，是非常的轻的。就算是现在已经开始高频测能的时候，这散热风扇的音噪也是非常的轻的，不像之前是直接起飞的状态。我是把这个古墓丽影啊设置到最高模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最高模式下的话，画面还是非常的流畅的，而且这个机器的风扇声音也是可以接受的。目前是11:43的晚上，晚上11:43，在这个比较安静的时间段里面，风扇大家听一下。开最高模式的评分已经出来了，整体的一个评分是59.76，这个帧数，山顶59，叙利亚这个是59，然后山谷是59，总的评分的话和返厂之前的评分是差不多的，而且声音已经小了很多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